台北中央这百年校庆举办运动会，除了邀请到各行各业杰出的校友，当来到母校庆祝，一个重要的重头，伊就是全校师生大家共同来完成邀请人了，排出讲台北中一百位兵，留下历史的记录，场面是相当壮观。台南一中百年校庆运动会，因为感染为过去到现在，所有一中家族的贡献康成就，也要为后一个百年来拍下永续发展的基础。来自各行各业的校友精英，十六号拢倒来母校观礼。其中，单位日本接受荣誉勋章的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今年也无缺席。会长并协助颁发家长会副会长证书，肯定因对学校的付出，留名温馨。在接下来的百年，继续发扬光大，继续写下历史。同时，在百年校庆的愿景里面，在这个重要的日子里，我们要把一中人所有的努力、卓元刚卓越的教育、卓越的故事、卓越的精神以及永恒的历史，留给未来的一中人，共同迈向下一个百年。大家都在母校一百年的这个时节呢，都能够身为我们母校的每一个成员，我想哦，这是一件最难忘的一件美事。所以我要祝福大家，不但在运动场上有好的表现，未来在学业上，更是在未来的社会上，都能够有更突出的表现。那么为你们创造最美好的未来，我也在此特别向大家祝福。百年校庆当中，王金平和南一中校友总会理事长吴龙斌做会赞助设立的新会台也正式启用，随着六一队的开场，要再次展现百年校庆的系列庆祝。会中南一中出名的橄榄球队也演出原住民的节目，用力与美来为学校庆祝生日。当然，系列活动的重头戏就是千人百里。由全校师生总动员，伫运动场摆出南一中一排的字样，看百年校庆的标记，并且出动空拍机，场面相当的壮观。记者宋云河东区采访报道。